降临倒数四三二一。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被我们也是太好听了，也是我们的荣幸，三生有幸。就你们觉得这首歌想表达的是又高又甜，又高又甜，高能超甜。我觉得这首歌有很多 part 可以设计。是啊，对对对对，就是可以给观众一个很直白的视觉冲突。其实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是已经那个画面已经在脑海里面呈现出来了。你想的是你和谁的吸引力？那肯定是跟你们每个人的呀。不是孙一豪吗？其实我的第一选择不是这首歌。然后啥呀？对，我很想选那个嗯，不是嗯，阿林的那首歌无人知晓的我。无人知晓的我，其实我本来是想选 dance 的。那你为啥阴差阳错来这儿了？出去出去，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在嗯了，我就不想再嗯了。我选吸引力。那我就还是选个 vocal 吧，然后我觉得吸引力这首歌很好听。嗯，我们先说一下，就这样吧。我觉得谁想选这个 C 和谁想拿这个队长，谁，我们先说一下，就有人想当这个队长？好，都没有。其实我觉得九州很适合当队长，因为他很适合负责组织我们来训练啥的。我觉得唐九州是这里最适合当队长的。就平常跟他相处的时候也会这样，因为他会去照顾大家的感受和组织大家，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好，所以我觉得他适合来组织我们队长嘛，这个组里的调解剂，所以这个呢，你可以把队长的标因为很爱记记画画，所以也可以帮大家多记录一些东西。好，我一定会负好这个责任的。可以，欢迎我们组的新队长杨队。谢谢队长诞生。杨洋，我有点渴。马上当了队长就开始。哎，老师有水吗？哎，我去给你拿水。对，拿一瓶水吧。没有了，开玩笑。他开始命令组员了是吗？刚拿队长就开始命令组员了。当上队长就滥用职权，这队长是这个意思吗？好像不是。那好吧，那我一定会加油的。我觉得。肯定不会辜负兄弟们的期待。你就把你平常的组织能力拿出来就行了。好好好。那我们也要先选一下 C 位，我觉得如果有这个想法，可以很勇敢的表达出来。我想去拿这个 C。对，我也想拿这个 C。就因为我觉得高音的部分我可以唱上去，完全可以唱上去，我有很好的信心。就是在中心趴的时候把表情控制得很好。我的话就是想挑战一下，就可能是因为之前跳舞比较多，然后唱歌也没有什么自信吧，就想试一下。我想当这个 C 位的目标就很明确，对，因为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这就是我想要的歌。因为一个中心位对于这个舞台来说，就是他要给别人的感觉是可以看到你表情还有你一些舞台上的稳定的效果的。对，而且杨洋其实是一个特别活泼然后特别开朗也很温暖的人，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他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和杨洋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很像的。那你们三个呢？我其实啊，就对于这个中心位我没有太多想法，其实我更想的是把自己的分趴唱好。但是你要把这个队长当好。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把这个队长当好。是的。天意呢？对，天意。就是我对 CPC 其实无所谓，但是如果你们想选我，那我也没办法。C 位的话，我自己其实也是没太多想法，因为我心里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唱一下。对，你们可以。行吧，弟弟先来。
我想这是吸引力的定律，叫算了吧，我放弃。失败，可以再试一下，试一下，可以。对，丹峰可以唱一下你觉得自己比较适合的部分，也可以啊。因为这首歌它要表达的东西是一个很阳光、很甜美的一个少年男孩，就是你们带着自己的状态，然后唱这一段，感觉到了就行。找到你，想对你说，在一起，我和你早已慢慢靠近。可以，OK，来吧。我想这是吸引力的定律，找到你想对你说，在一起我和你早已慢慢靠近。他真的很享受哎，是啊，表情哦。我想这是吸引力的定律，想。到你想对你说，在一起我和你。我觉得这是杨洋最紧张的一次。其实我今天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今天唱给九九听过，就是我自己还在下面，就是我想这是吸引力的引力。我是不是还编了一段这个舞蹈？对，他就是要这种甜美少年、阳光的男孩。对，就你了，你很想赢。你不要点破我好不好？那你们三个投吧。这样，那我们三个不用投票，其实我们三个商量一下就好，给我们一分钟的时间。那队长告诉我们，我们离开了。那我们中心位就选好了。好紧张，好紧张啊，好紧张。来吧来吧，天亮了天亮了。你们四个坐下吧，然后闭眼睛吧，闭眼睛吧，我就偷偷的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可以吧？可以。C 位是谁呢？这位是谁呢？哇哇，哎呀，这可以了啊，来吧，睁眼吧。哇，谢谢谢谢。好，杨洋要加油、啊。不是，我现在是不是紧张的哭，我是真的兴奋的哭，你知道吗？这首歌我真的很想就是带给大家看到我真正的表现，我想告诉大家，我杨洋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一起加油吧，把最好的舞台带给大家，可以吗？好的好的好的，加油加油加油。队长你亲自帮我带上吧。好可以，那我就办了事儿。我们先选队长吧，来，想当队长的举个手。三二一，队长发言。我当队长的话，我肯定会让你们舒舒服服的，睡得好，吃得好，就是这些时间管理，我肯定会管理得好，肯定让大家有充分的这个休息时间，还有作息时间，还有训练时间。零食这一块我就给大家包了，人收买人心哦，你这是。不，就是只是啊啊嗯，就是刻意。好，来，易轩发言。其实我觉得当这个队长，我单纯是希望就是平时在沟通还有在之后的练习，我能给大家意见，就比如说哪一个部分就怎么样比较好看，或怎么样就大家能做的比较好的一个配合。我觉得不管是 C 位还是拿到哪个部分的人，如果他自己那一趴能够做得很好，能够展现自己，其实每个人都是这首歌的 C 位。我希望就我们这一队能够带给观众就是这个感受，就每个人都炸，加在一起我们就是最炸的那个，就是那个team。但是你们有福利，他有福利。我也可以让大家就是展现出来，我们就是 number one， 就是第一名的感觉。队长他对大家好是肯定的了，但因为最主要的还是管理，要了解每个人的状态，而且每个部分也很重要。我当队长，我反而想说，你们有什么好想法就全放出来，能让大家去做更好。对，大家心里有数吗？现在？就我感觉如果他是队长的话，就是那一种会很轻松，就很开心，就是我们可能练得很累，容易看到他，哎，就好像不是那么累了。对，但你是队长，感觉管得很严，就我们每个人就这一趴不行练，你就感觉对，就完全不同。好，可以来投票吧。三二
一，投票。哦，一轩当选，一轩四票当选 ，leader， 恭喜恭喜，授勋，谢谢，恭喜恭喜，感谢。来，那我们现在开始选 C 位，三、二、一。那都来吧，很简单，就是想站中间啊，觉得我可以胜任，然后我就想试一下吧。我觉得 C 位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一个感染力，我感觉自己的初舞台感染力还行，所以就嗯。我对这首歌是有执念的，因为我觉得它表达的思想非常符合我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我就想用力的去展示它。我觉得。我的个人魅力也不差，嗯，啊，就是这样子。好，这次因为可能也是初舞台，没有得到我自己想要的一个成绩。反正既然大家也都举手了，但我也不能示弱，我觉得尽量的可以为自己拼一把，争取一次机会。大家在这儿都是为了想把这首歌表达的最好，把我们的这个舞台弄得最强。谁站在那个 C 位，一定是能把这个新舞种让大家觉得哇。厉害，我觉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试一试，然后我们到时候站一站，看看谁站在这个 C 位是最符合的。我觉得那要 freestyle battle 吗？哦，哎，哦，他这个头发加分的，好，那我们来投票。你一个公布吧。孙宁浩一票，王南俊一票，应晨曦一票，刘俊一票，刘老师一票，谢两票，孙宁浩一票，最后一票。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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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等一下，最后一票，刘老师。哇！刘老师当之无愧，当之无愧，当之无愧。谢谢谢谢谢谢。哦，当之无愧。哇哦！我会带领大家新物种用世界过招，可以的。我们玩的啥游戏？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对一个人信任，你就可以完全把后背放给他。就是我们要一个背摔挑战，然后就是完全放空自己，整个身体这样往后倒。为什么突然玩这个？因为这个真的可以增加信任度，就是完全信任别人。我不信任你们。啊？没有没有没有。现在先出去吧。我第一个来，我第一个来。我讲一下，就是我那个初舞台，大家觉得齐吗？我觉得还行，就整齐度上还行，跟这个有一定关系吧。好，你先。我先吗？我第一个来。不能在半空中接，必须到最底下接，这样才有失重感。两个人一个手，完了最后一个人扶他头。我扶头吧，我不太靠谱。头的地方是最高的，其他地方都特别低。现在还要往下去，还要往下去。要不还是这样吧？对，这样接着，这样对，就这样，你们能接住的，相信我可以接住。我来了哦，我来了。不行，我有点害怕。我先睁眼。你先去，对，你万一要是别摔了，睁眼就走也害怕呀。来啊，来吧，五、六、七、走。哦，一轩不能变，八五六七。
我很怕不够力，你知道吗？我得就凭力出来，就是。下一个是谁？来一轩了，就你了，来 ，come on。再低一点，再低一点。你不用这么紧张，还没掉。刘老师攥到我手，就，因为我本来手就会抖。他攥着我手那个重了。来，我是五六七走我就躺啊，五六七走。有，哇，好舒服啊！但你有点害怕了。可是我刚刚有点舒服哎，有点舒服是像床一样，你知道吗？那我要我直接来了，我就这么来。我跟你讲，我们绝对松手。来，听走吧。但是你们，我跟你讲的，就下面那个手那个人千万不能松，真的，我很怕。现在到我了，我有点害怕了，会不会有点高？我感觉我这样，我、哦。6 7下、啊、原来最不信任的是你，原来是这样。我害怕了一下，我真怕了一下。玉轩不能闭眼，但你有点害怕了。那我要我直接来了，我就这么来行吗？5 6 7走啊。有那个感觉，有那个感觉，完全是不是就舒服？我一点没怕吧？舒服吗？对吧？先感谢一下今天孙颖浩让我玩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游戏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就互相信任对方，对吧？可我想说，我希望我们就是公演前一天，就是我们谁可以再想多一个，这也是类似。信任的游戏让大家也玩一下，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建立一个信任感。那咱要不依次顺序，然后说一下对这个歌感受。那我就先说吧。嗯，对，因为我之前看过这部电影插曲嘛，然后有点像 flexing 那种曲风在里面，但是我想写的就是用低调一些衬托一些那种感觉。然后我想说就先来一个就等于那种递进的那种感觉，叙述，我用叙述的方式去突出这个无敌。就武侠这个主题虽然定了，但是大家不要太局限性，就你自己想写什么风格还是写什么风格，就是我们全部写完了之后，让我们就比较有经验的人，就比如说你就玩过说唱的，就给建议，然后看看就是换一些 flow 啊，或者是怎么样就可以了。那我们这有谁觉得自己创作就是还不错的吗？就是说实话，因为我可能就想到时候可以去请教一下浩林。哎，你词自己写 flow 可以问吗？对，哦 flow， 先我可以把词写的时候 flow 感觉可以问。对，等会找你，肯定不能所有你代写啊，你想找代写你，我是你的枪手，干啥呀？偷懒啊？先选中心位吧，但是说实话。中心位确实就会比其他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有优势一些，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段最后的这一段一定要给有能力的人。对，这个我赞同，就是我有的时候不一定说多那十几秒就一定会怎么样，其实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觉得浩林我是有看过出舞台的印象给我非常深。就目前来说我们几个人里面李浩林确实在这个方面是最强的。是浩林这方面懂得确实多一些。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能赢在舞台上，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听完他们表演我太有底气了。把他放在一个人群中的时候你可能会他会发光，但是把我放进去你就找不到了。呜强这个给你带上了。他抢我戏就这边吗？哎，对，就别扎肉就行了。感谢，谢谢赞赞哥。我马上写完了，你们先来，不好意思，拖慢了。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写词，我写的速度贼慢，但也挺好的，我觉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是姜太公，哈哈，
是个憨憨，他的时间轴其实比别人慢一点点。啊？嗯，没有吧？哎，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可以设计一下，就是这个舞蹈的想法编排。我觉得一定要搞一套忍者服装是最帅的。或者咱武侠，咱可以那样嘛，穿那种古时候那种袍，那不是算了。我觉得我们开场的时候可以一个每个人脸上蒙一个黑布，就那种，然后接下来。嗯，你像他那种，比方说就一身袍子，然后呢到前面副歌，无敌是多么，然后唱完了之后，到了啪一撕，然后，哎对对对，哎有可以、嗯，外面一个那个一撕开，然后里面是另外一套那种整体的那种套装那种东西，外面只是一个布，就是不知道节目组经费够，对我也想，你随便想吧，你随便想，不够是吗？不够。我有点像那个唐人街那个饺子馆里面的服务员，我当时后厨那个桌子上还得有摆个那个大的猪头在上面，还有鱼头啊什么之类的。我们一致认为那个里面那件衣服特别像那个精神小伙儿，这确实也挺无敌的。精神小伙不也挺无敌的吗？好，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把大家召集在这个组里。可能咱们这个组的每个人的实力水平，据我所知是比较高的。既然大家都是很喜欢这个不值得，我觉得咱们就是以最好的舞台呈现为标准。其他的我觉得 C 位啊，那些有能力者得。DJ Drug B。其实我觉得 C 这个东西就是肯定大家都想展现嘛，我肯定会就是想要去要这个 C 位。就我看了一下，中心位会多旋律，会多旋律，就多的是旋律部分，而不是 rap 部分。对，其实咱们这首歌难度还在于，就是说我们也包含了 vocal， 当然它非常好听，但它难度也非常高，所以我觉得这个 C 位，第一要具备写作，第二要具备 rap 的能力，第三就是 vocal 的能力。你是在 Q 我吧？你是在 Q 我们吧？对，我觉得你在 Q 所有人。散会。不是，我们现在真 C 怎么真？怎么真？怎么真？对，放锅里蒸。没有，我觉得真心就是唱啊。啊，就是考验唱功嘛，来吧，那就一人一段嘛，来吧。好，我有个请求。我铺音还是怎样的？别录进去啊！不为你而为了心，放弃爱你，我决定不为你而毁了心。行了行了，我不会了，我不会了。为你而放弃我不会了爱情，改变改变改变，我再来一次。没有，我因为没有，因为我要真的是知道这一句，要不然我老往回唱。我决定不为你而不为你而毁了心。好了好了好了，散会散会。那再给我起一遍。我决定不为你而毁了心。我决定不为你而毁，不为你而毁了心。啊，你别唱了，我求求你了。No。停，又忘了，结束，就是实际上，也就别了，别唱了，老师再放一遍，谢谢。我决定不为你而毁了心，放弃爱你。感觉是到位了，宝贝儿，但是就是唱的有点，有点生死离别，有点生活的苦味了。不是，我现在有点压抑啊。我也是，我也是。这感情是这样吗？对对对。这感情不值得我犹豫，不值得我考虑。有点生活的苦味了。你有自己的味道，有自己的味道。这个这感情不值得我犹豫，不值得我考虑，不值得我爱过你。很稳，很稳。对，他的音域很高。来吧，好，再来一次。这感情不值得我犹豫，这感情不值得我犹豫，不值得我考虑，不值得我爱过你。这感情不值得我犹豫，不值得
傻你咋了？你怎么声带唱丢了，宝贝儿？这感情不值得我犹豫，不值得我考虑。很厉害，厉害，很厉害。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稳。不值得我爱过你。Yo, congratulations. 就这么定了吗 ？Congratulations, bro. 啊，这是你的链子，宝贝儿，别难受，你这怎么还？不是我是觉得要咱俩一人一半。不，没事，我只是觉得，就是可能一开始对太想要了，所以现在对。我跟你讲，太想要很正常。我所以我没有。谁不想要吗？对呀、啊，对，我知道。但是真的，大家还是别忘了，咱们为什么组在一个团？咱们这个团目的是干嘛？炸杀，就是大家先不要考虑这些个人的东西，先考虑大局。老袁唱的确实，我知道，对，老袁唱的确实稳。我有没有什么获奖感言？没有获奖感言，没有感言。不要再得寸进尺。其实我就是想说获奖感言。没有。来，那个预备，三二一。华为博老师好，我们是五指山。五指山为什么？我们像不像五个指头？逃不过你们的手掌心的感觉啊！哎，可以这样这么解释。希望你们摘了啊，那就来一下吧。不值得这首歌曲 ，Jazz Hip Hop。除了想你，除了爱你，我什么都愿意。I don't know where you at， 不值得去在意的那些往事，我到现在好像都忘记了。路灯下的我回忆了几次，这些灰尘一点点散落，冰冷的昏暗慢慢开始消失不见，又一道清热的光透过窗户慢慢开始显现，天亮了。不值得 ，Take care， 不值得，和他好好的，不值得，我还没醒，不值得，我想睡个好觉 ，Good night。好，下课。OK。好，没有。谢谢老师。没什么好评的，我觉得很好。真的吗？你们歌词真的都写得不错哎。谢谢老师，我挺喜欢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就我想抓你们会怎么去呈现你们的这个作品呢？对我来说，这首歌呢的意思就是我们给观众一个完美的幻境，一个完美的幻想，然后随着幻想的破灭，我们所带来的心情的失落。那我最终觉得他是不值得的，然后我 pass 到梁森这边之后，他就坚定地跟他说你不值得。对，十七，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就是可能这些事情到最后都会成为灰尘，就是会被扫去。我希望就是给大家一些除了这些东西的一些力量。十七结尾的时候，十七结尾那个结尾很重要。对，就是这个歌词是 OK， flow 也是 OK， 就是有点平。那我觉得你，因为可能你真的是十九岁，没有波涛汹涌过，没有爱如潮水过，所以可能你要把你的潮水弄出来，好不好？就除了十七外，其他都有感觉，他看过世面的啊。没有，不，是梦想让我们失恋了。电影看多了，挺看好你们这一队的哈，加油，好不好？谢谢老师，特别的值得，不是不值得，好不好？加油，这段。谢谢老师。好了，辛苦了。老师的金玉良言，好，慢走不送。不要，告辞。